他们呢？等一下展现照片之后，我们还会看到他们在摄影棚里面那个改造之后的过程哈。所以潘慧茹这一次瞄准的男星是我的偶像，谁？刘德华。所以就变成是你有在带着模仿的妆吗？因为其实他有一点困难，因为他的五官很立体，然后又比较凹。对，所以其实化妆是还蛮厉害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会是长得很像刘德华的人，还是说是一个帅的男生？我觉得猛一看有一点像。然后你有访问过他？我有访问过，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，然后刚好是我生日，所以他就在现场，就在我旁边，然后唱生日快乐歌，整首唱完，我整个人就觉得好恐怖哦。可是你那么爱他，你怎么顺利的进行访问？我就是一直看着他的鼻子。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我就一直这样，然后我就是照着本来要的题目，就没有办法再发想其他更多，因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木西言锁定的男星是 Super Junior 的是，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喜欢比较长脸型的男生，然后我喜欢是那种很有棱角，然后比较 man 的那种。像我以前一直是喜欢金城武，也是同样脸型的男生，然后。我一直很想要扮那种头发抓很高，很羡慕男生可以抓头发，然后长鬓角，我觉得男生那样就很帅。对啊。蔡诗芸呢？你喜欢的男明星是？我选的是强尼戴普。强尼戴普？对。是那个海盗路线吗？还是他其他的路线？他就是平常的样子。平常的样子。有点颓废的感觉，对，有一点，对，有胡子，然后就是他很喜欢戴那个帽子。可是你曾经扮过中性的样子吗？比较少。可是因为其实我私底下就穿衣服都比较中性，我都会去买男生的衣服这样子。因为其实我的身形比较就是宽一点。好，那彩婷你选的男明星是？我选的是张根硕。对，也是，我是扮他比较就是也是摇滚路线的。OK， 可是张根硕比较好扮，因为他有一点柔性在里面。对，可是反而这样子扮起来，万一会太像女生，所以我觉得也是蛮难的。张根硕好像脸跟他有一点，对，我是想说有一点相似，所以比较可以驾驭。所以你并不是出于爱他，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。主要是。OK， 对。那宇维呢？我扮的是木村拓哉。你好像也是有一点像他，他有点像杰尼斯的某一些偶像，可是不是木村拓哉。对，就是，可是我扮起来就是非常有障碍耶，因为那个脸型完全很难弄出来。OK， 所以你们今天的装饰请全民最大档的化妆师化。感觉最后不是为了郝柏村跟那个，还是以好真的帅为主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不然我们先看宇维的好，因为木村拓哉我觉得不是很乐观。好，来女鬼，我们要看那个邵雨薇的，直接看了哈。我们来看一下木村拓哉的感觉。好写，你真的是唐本刚，对，很像唐本，就是某个日本的男明星哎，因为我觉得他让他凹凹的啊，我凹不下去。很像 V6 的其中一个，是不是也蛮像小鬼的？对，有一点，算是很成功哎。真的吗？因为认不出来是女生呢。我昨天非常担心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像是掉进泥土里面的脏小孩。说是新推出的男偶像，我会相信吗？对，里面那件 V 领的也是男生的衣服。对，而且我还那个束胸。因为 V 领那种衣服就是汪东城他们很爱穿的。对，露胸肌，就比较热啊，天气比较凉快。汪东城这个 pose 真的是你们男偶像会摆的吗？哪一个？这个吗？会吧，就是这一类的啊，就是假装在抠后面，是不是？就是有点有小忧郁路线这样。因为男生能摆的 pose 是不是很少？也不会啊，看摄影师有什么需求。女鬼，你摆一下我看。怎么那么摔啊？因为我最近弄的。看你真正是 GQ 杂志的封面。GQ 杂志的封面。你不是拍了男性卫浴用品的那个？对对对。给我看到那个气势。真人哦，对啊，那很不错。没，因为我这样子，我没有办法。这个趋吉避凶的单元吧，星座内的。你要看天人摆这个姿势。我今天天人驾轻就熟。对，因为一定是他指导下摆出来的这个 pose。你可以 GQ 封面。我今天拍照了，刚好又摆了一个。因为其实这个摆的话，有时候有人会这样，哇塞，有的人会稍微这样。枪拿来。瞄准一下。
你叫人家摆好会指导，不是他真的热情在那摆起来，他在指导，我想以为是他指导的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男生要摆什么 pose， 我就一直插口袋，然后就自己以为很拽，可是他就觉得应该有一个 man 一点的感觉。汪东城，如果他是要你很性感，可能会就是这样啊，可能摆一些。就是放在脸边的，对，其实男生可以靠手的姿势来。没有人问你。对，是摄影师啊。其实想，对啊，靠手可以解释啊。不，因为他之前都被我们指派指导女生，他已经很寂寞，就是他又不好意思示范女生的动作。现在终于是男生，你当然让他讲一下心得啊。他的手腕为什么看起来比真实的手腕粗啊？好像是天人把手伸进去帮他抓头的感觉。真的耶，没有，像我那时候手摆这样的时候，像这个手指都不能出来，只能这样，要挡住手指头，因为他的手指头一出来就太像女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雨薇他在那个摄影棚里面的时候被改造的过程。我们的邵雨薇长一个甜美可人的小女生，今天来挑战变装，成为日本的知名男明星。究竟这会不会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呢？首先当然就是不断的涂黑这个小妮子啦，还有这加深她的轮廓啊。看着咱们的邵雨薇肤色越来越黑，轮廓越来越的，哎呀，这脏脏的小白从哪哪来了？头上还顶着复古的冲天炮，难道是咱们跑错了化妆间吗？原本可爱好像是一个优点，就今天要做这个单元的时候，可爱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。戴上假发之后，怎么变成隔壁的王妈妈呢？王妈妈，你买菜吗？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？为了加强邵雨薇的男人味，化妆师还是很仔细的加上了胡渣。哎呀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效果很有限哦。然后看大家的照片，大家都好帅哦，天啊！然后大家还有人偷笑我还是死小孩，是三十几岁的帅哥。笨好多了，这个有，这有一点。这位大哥出来了，看着咱们摄影大哥天人哥的反应，看来邵雨薇最后的表现好像还是可以的啦。对，虽然不是什么木村拓哉，起码也是咱们杰尼斯的少年偶像嘛，对不对？算你过关。如果是全身的时候，那个脚就看出来。对，他们最主要就是女生扮男的话，最重要是肩膀跟脚比例也会看出来，因为男生的比例。上半身跟下半身会比较接近一样，那女生的话，上半身会稍微短，腿长。所以天人这边还有他其他的照片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找他的灯光也找很久。对，嗯，很狼，这个好像日本男偶像啊。对啊，这很像男的。这个就比较女生。原本有手就不太好。对。所以其实这个露馅的原因是，其实我还有那个加大我的嘴巴。加大怎么加？化妆。化妆，嗯，好像脸抬比较像哎，嗯，脸抬起来比较像。后来就是找到这个角度比较适合他，不然的话前面看起来会有点。这张好像哦。嗯，目前为止看起来算成功，而且假发改得很好哦，是从我妈妈变成这样。我刚才真的觉得吓死我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，你刚刚锁定强尼戴普的这位好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失败率蛮高的吧，这个哈，强尼戴普嘛，啊，女鬼，我们看蔡徐坤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强尼戴普的感觉。虽然不是强尼戴普，可是是帅，还是像日本的，对，还是像日本的歌手的感觉，是不是也是有点祝凡刚的味道哦？祝凡刚跟蔡徐坤没有怎么样吧？嗯。你有跟祝凡刚交往过吗？祝凡刚是哦 ，Jackie， 没有，只是认识不熟。又交往过就又按他就很怀念他，比较像日本的那些走比较粗犷路线的歌手。他感觉蛮像是发型师的，也像发型师，也可以是牛郎店红牌吗？可以，还是感觉叫 Johnny 那类的。